各位男士，假如你有日路过望到有个咁嘅靓女咁啱落车，莫讲话你啊，我都忍唔住望多两眼啊！但系睇真啲，原来系经已62岁嘅红姑啊！话说寻日夜晚7点几，有读者见到红姑出现喺跑马地，一件青绿色嘅恤衫，连口罩都衬埋色，令佢好似漆黑中嘅萤火虫一样咁耀眼。之后红姑喺超市度拣咗一阵嘢食，见佢买亲都系蔬果类，家人佢讲过自己不嬲食嘢都系少肉多菜先可以 keep 得咁好啫。之后乖乖地排埋队俾钱，就速速上翻车啦。查实红姑虽然不嬲都系女神级嚟噶啦，但一向形象都好贴地同埋感言。除了关注环保，公开批评过明日大屿工程是有违天意。早前有成70年历史的自记界木厂即将要面对收地清拆，红姑都即刻去了现场打气，还在访问到说木工老师傅是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的，闹爆政府为什么不珍惜。自记如无意外下个礼拜二就要清场，不知道红姑又会不会去帮帮手呢？